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友好的相处了。跟你分享一个秘密，我穿红色高跟鞋代表友好。那白色的呢？是不是就意味着仇恨？还有杀戮。请坐。戴小姐，中国人说的话真的非常有意思，不打不相识，不是冤家不聚首，很像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嘛。利益呢是靠夺取来的，就像你们美国国土是从印第安人手里夺取来的一样。戴小姐犀利，告诉我吧，你打算从我这里夺取什么？我不是躲，是跟你做生意。做生意？我又不是生意人，能跟我做什么生意啊？但是你做了生意人该做的事情。你错了，我在为我的国家效力。你的国家？是吗？斯文德先生，那些口袋里有钱的人总以为钱能征服一切，所以他们总是做一些荒唐的行为。之所以荒唐，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，没有国家，心里只有对钱的盲目崇拜。但是我不是，我不荒唐，我也是为了我的国家，甚至可以说是为了人类的历史。哦，是吗？当然了，因此为了这些人类历史上的瑰宝，免遭共产主义的涂炭，我要向你提供一个我们得到的绝密情报。李红，李红，李红，天笑哥，来，进来。李红，走吧。哎，李红，李红，李红，算了，没时间了，走。照这么说，他是突然闯进来的，还是事先埋伏在这儿的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，来得太突然了。你呢？我，你在干嘛？我没干嘛呀，你没干嘛？怎么？对不起。我是来拿酒的。
先去哪里？广州街。 给我斯文特的房间号。你对他这么感兴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男人啊。我不就是男人吗？嗯，因为他是洋人。 我说你还真是想开洋荤。那我告诉你，有什么好处？嗯，你想要的。是吗？ 会所的顶楼都是那个王八蛋的。OK， 不是你对我感兴趣吧？我不敢。那就是你的老板。我的老板是美国政府。 美国政府只会对委座和夫人感兴趣，还轮不到我。我先告辞了。等等，有事吗？其实是有一个惊天的大消息要告诉你，但是。 如果我就这样告诉你，让我觉得不太甘心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那看来我要表现出更领情一点的样子。女人呐，是可爱的。 喂，快停下！喂，快停下！